别看是个男人，可却细皮嫩肉的，脸蛋儿也够漂亮。咱们兄弟俩今晚可要尝尝鲜了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可是什么？你一个青楼里出来的小官，还能不明白？就是，别装贞洁烈妇了，来吧，宝贝儿。你们还有没有王法了？我就是王法。一个人，你们两只赖皮狗也敢碰？嘿，你谁呀？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多谢誉王大舅，我还好。难怪这么想，原来本就是一个人。我不是有意隐瞒的，还请您帮我保守秘密。那要看你付出何种代价了。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那今晚就让我好好的告诉你。你别逼我。你到底要我怎样才肯原谅我？我早就释然了，毕竟那次是我心甘情愿的。